家里又有喜事了，就是因为呢，今天有平面媒体报道说，这个陈信瑜啊，是不是又有了？甚至还有妇产科医生说，是不是已经四个月了？因为呢，报纸就拿出这两张的照片对比说，哎，看看，在之前六月的八月的时候呢，看起来身形比较纤瘦，到了十月下旬的时候，哎，怎么看起来是不是肚子好像比较有一点所谓小腹微凸啊，是不是怀孕三四个月了？加上最近面对媒体的时候呢，好像总是有几次那么情绪不稳定失控的情形，好像也有点。 符合孕妇初期的症状，仔细看看今天上班的时候，她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小腹隆起。新云，你是怀孕了？怀孕了，怀孕了，怀孕了，生女儿。对呀，对呀。现在是不是嘴吗？一周看。好，看到今天呢，陈信云面对媒体的时候，嘴巴闭得紧紧的，就这样子直接的走进诊所里面，倒是旁边的护卫队啊，听到大家在问，哎呀，信云有没有怀孕？说对了，对了，有啦，有啦。好像是帮陈信云回答哦，或者是替陈信云不耐烦，而且呢，有妇产科医生甚至还讲说，看他这个小腹微凸的情况，恐怕都已经有三四个月的身孕了。不过呢，还是要强调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证实这个消息。另外。